者林佑辰台北报道，下周末中职就要迎接开幕战 ，Lamigo 桃园队牛棚阵容大致成型，除了原有的陈宇勋、王岳林等主力，新人吴成哲热身赛状况颇佳，也颇有机会进入开季名单。对于吴成哲近况，总教练洪一中认为表现不错，热身赛这几场投得不错，当然有机会让他开季待在一军。不过包括吴成哲在内，热身赛至今原队投手名单中后援投手并无左投，对此洪总倒不担心，牛棚投手还是看压制力，无论左右投，只要投得好就好。吴成哲是去年原队第六指名，去年短暂的一军经验颇为惨烈，投三一局防御率高达24.30，今年热身赛初赛三场表现稳定许多。吴成哲说，今年转变最大的是心理想法变得不畏惧，至于开季能否待在一军，他说期待当然一定有，但保持自己的身体状况更重要。洪一中资料照，吴成哲资料照。